Hi guys， 欢迎回来 Rock 频道。最近收到一些品牌的秋季新品，但是很遗憾呢，大家也知道，可能最近不太稳定，所以本来想出外景呢，就没办法出了。然后我本来计划好这个月能有很多户外场景的穿搭，所有的计划都取消掉，可能未来一周甚至更久的时间都只能是在室内度过了。可能说先委屈一下，最近收到的新品，大家只能看一看室内的上身效果，尽我能力，尽量把品牌的这种理念，然后包括我自己的理解传达给你们。OK， 那么话不多说，咱们就直接开始，我们先从一些服装开始看好了。如果你们还记得早两期我分享过的一些鞋款的 OOTD 那期，我有收到一双来自 New Balance 品牌 NB Mate 系列的990V3，就是型号是 M990GT3 那双鞋款。当时我说那个鞋款呢，它其实除了本身有 V1、V2、V3 好几个鞋款之外呢，还有一系列的服饰啊。服装倒是没有讲，那么今天就挑几件我觉得比较有美式 old school 这种风格感觉的服饰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如果有看前一条影片的话，应该也都知道了 NB Mate 系列呢是请了 NB 隆多这个品牌的主理人 Teddy Santis 作为这整个 NB Mate 系列设计总监来参与到整个项目的内部，那所以整个系列呈现出来的风格呢都非常有 Teddy 他自己个人的品味。我们先看一下产品，有两件上衣和两条裤子，所有的产品呢就基本上是款式不一样，然后材质都是一样的。我们先从材质看起好了。这一次的 NB Mate 系列呢都是纯棉的这种卫衣布，这件黑色的是一件圆领裤内，这件非常正的灰色就是一件连帽裤底，虽然说它百分百棉啊，但它织的比较粗，磅数也比较重，它整个卫衣布的手感还是挺好的，非常有挺阔感，大致密度比较粗的关系呢，透气性还蛮好的，而且整个面料都是没有植绒的那种，你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是这种毛圈，上身的效果就非常好，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挺阔感，因为它够重磅，但同时它纱织密度粗呢，你穿上来不会有闷的感觉，还挺透气的，哪怕你的手这样活动的时候，你能 feel 到一阵阵风，当然也跟你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了。我觉得它这个材质呢，能够做到比较好的透气性跟廓形感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哦。那讲完了材质呢，我们来看一下版型剪裁的方面。首先还是看一下上身的衣服啊，这两件卫衣，不管是连帽的 hoodie 还是圆领的 crew neck 呢，它们整个版型都是宽版的感觉，也可以说带点复古感。它整体的效果是那种宽短，而不是瘦长。我身上上身的款式呢，衣服都是 L 码，然后裤子都是 M 码，是亚洲码，然后欧洲码或者美码呢要缩小一个码数，大家自己看着上身效果来决定你要拿什么码数啊。如果你不是真的要穿去运动的话呢，还是拿大一码更好看一点。那么比较吸引我的几个点，首先就是上衣它的领口都做的比较小，当然它不会说勒你的脖子，领口的螺纹、袖口螺纹，整个螺纹这种密度比较粗，比较疏一点点啊，所以勒的不会特别紧，整个领型的效果控制的还是很好的，穿身的效果很利索很干净。再一个就是它袖子呢是分了两个裁片的，就是肩膀的上面的一部分有一条裁片，腋窝往下是另外一条裁片，就不是正常的前后腹这种拼了。然后这样子感觉它好一点，就是它整个袖子的袖围更大，双手活动的自由度更高了，所以整个衣服上身效果我觉得是蛮有 old school 那种感觉，就很像八九十年代真的是穿这些衣服早上起来晨跑的那种效果。那么两条裤子相比起衣服来讲会更简单一些，一个正常前后腹拼接的短裤，我这裤子好像短裤来讲还真挺短的，在膝盖以上蛮多，有点像体校田径队的那些跑步短裤，但穿起来是很舒服的。而且两个裤子蛮好的，就是都是这种松紧腰，而且松紧腰的这个宽度还挺宽的，不会有那种勒肚子的感觉，就穿上去蛮舒服。这个裤子我感觉啊，它没有太分性别，就男生女生都可以穿。长裤的话多看一下这个裤脚的松紧，收的也是蛮好的。这种设计呢就比较方便，它虽然贴合你的脚部，但还有预留一定空间，看你自己的需求要不要把袜子包住裤脚，或者说塞进裤脚里面，这样子有一个不同的穿搭方式，怎么舒服怎么穿就好了。并且还有一点比较细心的就是它所有的裤头绳的位置，包括卫衣的帽绳也是，都是这种米黄色的非常粗的棉绳，这个颜色呢就跟 NB Mate 之前的这双鞋有一个非常好的颜色呼应。这个鞋当时还配了一副更加米黄一点的鞋带，我没有用，这个是比较白的那一副，就整个美学系统在视觉上是非常统一的。 Teddy 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然后就配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粗针棉袜，这种袜子我觉得各位应该都有配备吧，
就很简单很基础，然后是很耐看的一些 look。 当然这几个单品我只是照它的公式穿搭，红色上衣配红色裤子，你也可以说错开穿搭，然后他们除了黑色灰色之外还有深蓝色，还有一些别的这种就是很 MB 妹的颜色了。那么具体的上身效果呢，我会贴到画面上。还有个很好玩的，就是他们 hoodie 的帽子部分收紧的这一圈也用的是螺纹，而不是一般卫衣直接用这个棉布来去做收紧，它收紧之后就真的很像肥宅把自己包起来的感觉，可以收得蛮紧的，包裹性还真挺好的。 OK， 那这大概就是 MB 妹的一些服饰系列的分享了。好，那么在开始介绍下一个服饰之前呢，我想先穿插两个鞋款啊，或者说是中秋礼盒吧，是来自 Saucony 的。他这一次给我中秋礼盒蛮好玩的，那礼盒是这样子的，一个长条形的盒子，里面呢有一个手工做的竹筒蜡烛，哎，挺好看的，真的是一个竹筒把它削成这个样子，味道有一点香甜，味郁的感觉。然后还有一双袜子，它整个主题呢就是熊猫和竹子。那么还有双拖鞋，拖鞋是长这样，之前我有分享过一双就没有任何图案版本的原版的，就是这一双拖鞋了。这双叫做 Cradle 拖鞋，就是摇篮拖鞋，是非常 Q 弹很厚实的这种。这一次收到这个就是熊猫涂装，加上绿色的缓震，呼应竹子主题吧。不过它这个熊猫的样子我其实不是很看得出来啊，我觉得有点像奶牛，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但上脚效果还挺好的，就很可爱，就是这一个中秋礼盒，然后还有一个卡片，我觉得还是挺有心的，感谢索康尼。 OK， 那么还有一双索康尼的鞋啊，是最近风头挺火挺受大家关注的，就是这双和 Tombogo 联名的蝴蝶鞋三合一。我不知道这双鞋的颜值你会给几分呢，还挺好看我个人觉得。 OK， 还是先看一下鞋盒，鞋盒长这样，这次用的是一个比较大尺寸的抽屉式鞋盒，上面这一整面呢用了一个有电镀膜的这个透明的镂空效果，就是这样子，算不算速吸鞋或者说是居家鞋，凉拖算凉拖吧，应该是。中间这个内靴可以抽出来，可以单独穿外面的这个壳，也可以单独穿它里面的内靴，也可以放在一起穿。不过如果各位感兴趣这双鞋的话呢，它的码数要注意，你要拿大至少一码。我正常穿索康尼都是42，这双我要拿到42.5，然后才刚刚好，甚至我觉得43都行，因为穿不穿的舒服，主要是它内靴这一个尺寸，我拿42.5就是比平常要大半号的话是刚刚好，刚刚好贴紧，所以我觉得43可能更舒服一点。但是这双鞋又有一个比较割裂的点，就是说它的内靴是合适的同时，它外面这个壳就挺大的，即便你把内靴真的穿进去这样子穿呢，你会觉得我穿了一双非常紧的大鞋，有这样的一种割裂感，并且它的底设计呢过于的有点像是滚动跷跷板的造型了，前后都是双翘式的啊，所以走起路来感觉没有特别稳，虽然它很宽啊，也可能是我不太习惯，主要就是外壳比起你自己的脚的尺码来讲大了一圈。宣传说是单独穿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拿合适尺寸的内靴作为你的整双鞋的尺码参考，单独穿外壳的时候是不合适的，你的脚是空了一大截。像我穿的话，前面我只能穿到第一个这个圆孔的位置，然后脚在里面是前后晃，就像踩船一样。当然在家里面偶尔穿穿，随便走两步没什么问题，如果你要下楼走比较多的路或者是走条街的话就不太合适。当然这个鞋我想到比较适合它的应用场景就是去寿司店或者去日料店这种需要脱鞋就餐的地方，你可以只脱外壳然后穿着内靴进去，而且它内靴底下是有这种防滑小印花，看得到吗？三角形的，就比较适合在一些光滑的室内地面啊，当然是干净的情况下去使用，就还挺舒服。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这双鞋的合作背景啊，下回你也不用太介绍了。那 Tombogo 这边呢，其实就是设计师 Tommy Bogo 的个人品牌。这双鞋的最早出现的地方就是他自己 Tombogo 这个品牌在22秋冬的 lookbook 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款式啊，我简单贴几个图在这里。我觉得他这个品牌还挺有意思的，比较新，然后东西做的也还蛮好玩，廓形感的设计，复古的来呢又有一点未来先锋的感觉啊，同时他还带一点 core 的效果，我是觉得还可以持续观望一下他的品牌后续还有些什么其他更好玩的设计。那看回这一双蝴蝶鞋呢，大部分人好还是比较喜欢他这一个效果的，我觉得也 OK， 虽然说不太适合走特别远的路啊，但是偶尔下个楼肯定没什么问题啊。内靴包裹性没得说，虽然支撑性一般啊，但是内外靴结合在一起呢，整双鞋就还是一个比较完整，不管是穿着感受还是造型，还是真的是实用性上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鞋款。那么具体上脚效果呢，我后面再贴给大家看。现在我要介绍的是好多人催我分享的共生效应2022年秋冬新品，那我会把这双鞋拿来给共生效应的22秋冬作为一个上身示范，
我是觉得共同效应这个品牌是肉眼可见的，每一年每一季都有不同的迭代和一直持续的进步，我是觉得还是要给它一定的赞赏的。当然这一季度的所有单品我是没有那么齐全的了，我就挑一些我收到然后我觉得感兴趣的蛮好玩的一些部分单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身上一直在穿的这件可以算卫衣或者说是打底衣，它是一件抓绒衣，然后它的绒是非常非常舒服非常亲肤的那种，就可以直接贴身穿，虽然它的版型是比较宽松的，但是它的材质是亲肤的，并且呢它是一个小高领的设计，然后是插肩袖，所以这个是不怎么挑你的身材，不管是比较瘦还是比较壮都没问题，穿上去都还挺合适。而且它袖长跟衣长做的也是留有一定的余量，包括袖口的位置还是有这种指套设计，穿的时候很舒服，那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再一个就是它一个小高领搭配一个小项链就很有精致感，整个人看起来精气神会好不少，尤其是秋冬的单品大家都比较厚重，叠穿的层数比较多的情况下，我觉得小高领要露一点出来感觉会更加有小心思。这件衣服呢除了我身上的这件黑色明缝灰色线之外，还有一个白色明缝黑色线，还有一个有点可爱的这种有一点浅浅的草绿薄荷绿的效果，这颜色看起来也是干干净净。 OK， 那么这就是三个颜色，那三个颜色上身效果呢我贴到画面上，我觉得我都挺喜欢的，针对于不同场景的穿搭有不同的颜色可以给到你最合适的效果，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件衣服就算凉快一点穿的话，单穿它打底也没有问题，比较冷的时候呢你把它当一个中间层，里面再穿一个保暖衣，然后外面再穿其他的绒或者是棉或者是外套都可以，我觉得是比较百搭一个单品啊，小抓绒衣，而且也不用太心疼它，因为抓绒都还挺好打理的，就直接丢机洗它也不会坏也不会变形。 OK， 那么再过来一件连帽冲锋衣，是我觉得挺新奇的一个单品啊，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纯黑色，还有一个是这种淡蓝色，我觉得它是跟薄荷绿这件抓绒可以相呼应的，当然也是有一定色差，这件更偏冷色一点点啊。我不知道你在画面上看跟我肉眼是不是一样，因为这颜色还比较少见，而且它是这种金属尼龙泡泡纱的效果，光线的反射角度不同它有一定的光泽感觉，看起来会颜色有变化啊。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还是以实物为准。那官方管这个款式的衣服叫做连帽可拆卸多形态冲锋衣夹克，那其实它就是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当下的 grabcore 风格的这种造型感的单品，像是一件冲锋衣但它是套头的，并且呢它的兜帽是可以拆卸。首先还是看一下这个材质，石头岛的二一秋冬用到这种材质就是金属尼龙泡泡纱，它是有点方格纹的泡泡感觉，看呢它会有一种起伏的肌理感，在纹路肌理上会有多一点点小心思吧。内衬呢用了这种网眼布，就是很常见像球衣的感觉了，下摆袖口包括它的很夸张的立领，然后连兜帽的两侧都有项襟可以收紧，然后把内搭衣服的下摆露出来，整个层次感会多不少。整个衣服其实也比较简单了，正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袋鼠斗，竖直开口的很简单的设计，没有其他口袋了。好玩的地方还是在于它的这个超高的立领以及它的兜帽，立领背后的这个项襟收紧呢方便调节它的这整个松紧度，如果你把它收到合适的程度呢看起来会像一个面罩，或者你把它往下翻一翻它也会有一个不错的堆叠效果。不过可能由于它是金属尼龙的这种材质，加上这种超高立领的设计呢，导致穿进去的过程中头会受到这一个没有弹力的领围影响呢，会有一点点勒。当然它不紧啊，只是说穿进去的过程不会特别顺畅，过了之后就好了，就还是挺舒服的。那么帽子是可拆卸的，我拆下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也是比较简单的造型，很轻量，基本都是单层的，除了帽檐前面这个有 logo 的这一片呢，它做了一个比较硬质的有支撑性的帽檐设计，看起来真的有冲锋衣的感觉，但我觉得我还是不会把它当硬壳去穿的了。那么这个 hood 设计取决于你想要的造型，你可以把它整个拉紧就真的是过到只剩眼睛，或者说就完全敞开穿也没有问题啊。裤子呢我这边是两个款式，然后是三条，首先这一个裤子跟刚刚那件衣服一样，金属尼龙泡泡纱，不过它整个版型的更简单一点，它是比较偏直筒的宽松裤子，两侧的口袋是拉链的，裤脚也有项襟收紧，你可以决定敞开穿或者是把它收紧之后其实挺适合穿高帮鞋的。那当然我这里上脚展示就是刚刚那双 Tombogo 的联名蝴蝶鞋了，我觉得那双鞋还挺大的，然后不管是单穿外壳一起穿或者是只穿它里面的内靴都有不同的效果，还挺好玩的，所以就各种效果都展示一下穿穿看。这条裤子的后面呢是两个翻盖口袋，口袋的盖呢它两侧是打枣缝死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家之后用线把它挑开，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子它闭合的效果也比较好，然后比较干净整齐。那么裤头呢是有条绳，不过他们家的裤头做的还都挺紧的，我是完全用不到这根绳去做收紧。然后我这边不管衣服还裤子都是一号的，上身效果你可以看到，我觉得他们家的服装码数感觉是越来越大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OK， 那么还有另外两条裤子其实同一个款式，那我就拿这个比较浅色好对焦的来做演示了，那是一条非常
非常肥的裤子，虽然说它的裤头跟刚刚那个一样，里面也是有裤头绳，然后是我不用拉紧绳子就可以直接穿的这种腰围，但是它的裤腿肥到就是我应该是可以两条腿穿进同一个裤管了，很夸张。挺好玩的地方就是它这一次是做了超肥设计，是用来给你调节这个裤脚维度的。裤脚有三个扣子，最边边的这一个是整条裤脚最肥的状态，然后依次有两个扣子可以给你调节到比较紧和特别紧，当然特别紧也就是一个正常裤子的裤脚水平，相对于这条裤子来讲，它扣上去之后就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挺漂亮挺干净的。然后它有一个自然的褶皱，当你穿起来的时候呢，它会堆在裤脚，然后整个裤子上身效果我觉得挺帅的，很适合比较肥大的鞋，类似像 Hoka 或者是我穿的这一双 Timberwolf 这种鞋，它轮廓感造型感很强。这个官方名字叫做异形剪裁宽松扭曲弯刀功夫西裤，好长名字。扭曲弯刀这个我不知道你在画面上能不能感受到啊，我自己穿着呢就是看不太出来，因为它可能已经肥到一定程度了啊。不过它的料子还不错，它是这种有点微微格纹的。官方说这个面料呢主要是定制的万宝龙格纹登山布啊，色牢度比较高，然后不容易起球，而且它不沾毛也比较软，就挺适合养宠物的人士。那么主要就是有黑色这个颜色，以及我手上这个棕绿色。当然你在画面上看它可能会偏卡其一点点，我肉眼看它是比较深的，就挺好看的。然后这大概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一些单品吧，啊，不是特别多，放大场景也有限，只能说作为一个第一眼开箱展示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了解他们的这一些发售信息。等你看到影片的时候，估计都应该已经开始发售了。那么还是希望我的这一些小分享呢，能够对你的选购一定的帮助。如果能帮到你就再好不过了。如果觉得还不错，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呢，一定要点一下订阅了。那我是我，下次再见吧。